OK 了，多加一个吗？补五个了。我们在这边大剧院啊，这个是哈尔滨的大剧院。我们在这边转了一圈之后，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吃东西的景象，让我们的肚子里面的馋虫呢就不断的作祟啊。我们现在就找吃的去，找吃的去。今天早上其实我是录了开箱了，然后是一个铂金35的包包。OK， 那这个就是金金铂金35的一只了。整体的成色没有上一只那么好。那这只包包呢，因为是从同行那边接过来的，从图片里面看的是一个原始成色，然后成色还不错的这么一个包，但是拿到手之后呢，发现它是边角护理过，对，它是有做过边角护理的，所以又给它退回去了，就是做完开箱之后又退回去了，所以今天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开箱，真正意义上的开箱。最近一段时间我也是一直在找我的定位，那商业模式都是这样的嘛，就是要找到自己的定位。那作为一个二手商家，如果再细分一些的话，我会觉得自己很希望成为一个专门去找那一类静心成色的，就是使用痕迹很轻的那种搁置品。就像我之前说过的，它为什么搁置，就是说买了之后就觉得不适合或者怎么样，然后去尝试了4-5次、10次以内的这样的程度，然后就放在那里，一直没有用过。就是我很希望遇到这样的包包，哪怕价格比正常的那一类的二手包要稍微贵一点点，但是我觉得这是最划算的包包，因为也是下一个包包主人会考虑的包。表达你的不满，来，快来呀！我不，关上我跟你说两句。东北人玩真的是专业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刚才看到有房车，吃也是相当给力的。有房车，然后煤气罐，还有煤气罐，然后那个车上面还有什么？车上面有帐篷，然后熬菜炖鱼都开始了。都没有叶子的。你知道我们带了什么吗？装修的月饼。月饼带了三块，还有水。吃完自助烤肉，其实我应该长记性的，每次吃完自助都是我吃的最撑。你知道男人在家里面的
这个作用就是打扫剩菜剩饭，是不是？所以如果自助餐嘛，就拿的多了都是我的，所以就是被逼的扶着墙进去扶着墙出来。其实我真的是希望吃到每餐能吃到七八分饱，那是最幸福的。七八分饱多亏呀、啊、下来，下面我来参观一下动物园啊。我忘了这个叫什么了，小蜥蜴。蜥蜴，这个呢你来介绍。这个叫小脑马。那个我知道，那个叫小脑斧。小脑斧，对。我儿子在这大庭广众的公共厕所，看一下，好萌啊！然后那边是女生，对。然后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我他在上厕所。最有趣的这边还有一个地方，我带大家看一下啊！我刚一眼就看到了这个位置，那这边洗手间我觉得还挺有个性的。这边居然可以寄存爸爸。这是被寄存的两个爸爸，快走！妈妈把我们的大包存了，存起来了，边上有一个可以存的地方。然后哎，我发现了这个超市，不，这个超市商场，这商场还真的挺人性化的，人家华润的就是好吃吧？你不要做广告。啊，嗯，来来来，你看大熊瞎子吃。然后，老观众都知道妈妈爱逛超市是吧，到一个商场里面一定要看看里面的超市。对，做好市场调查，我们去逛超市。老公早知道下来吃麻辣烫呀。火锅。他叫什么？他叫龙猫。然后呢？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龙猫啊。就叫龙猫是不是？嗯。什么情节你给我说呀？回去给妈妈看一眼吧。行。妈妈那么可怜。逛了一圈超市，妈妈什么也没买。我不是亲爱的顾客朋友，为了逛而逛。大家好，然后这边有个鲍师傅，鲍师傅在深圳的韩城，南京也是非常排队的。在韩城有个鲍师傅，我的天哪，就是什么时候去，只要他开门，他就在排队。看高一些精神，对不对？看低，45度角，对，看高一些精神，对，收下我，收下我，哎，刚才你看我，看我，人站起来之后呢，就注意到，如果这样子的话，多难看呢？你看这样下巴颏探着，就觉得很放松，很拉的，对。胸挺起来，下颚要收回去，然后看高一些，看高一些，对，下颚微收，手指要并拢，拇指贴于食指第二节，中指贴于裤缝，没有裤缝的话就找中间，对，眼神放光，对。我们动作快点，他肯定反应不过来。反应过来了，你还是慢。那你来。